人家是玩，真的是玩到底，他肯定是玩到底，很大胆，这就是我毕业的比你裁判多了。哦，你叫裁判的，啊，到底是我毕业的，真的，我吓死了，我毕业的，我操，太恐怖了，我觉得跟真正的过山车，胆子，差不多胆子掉。哎呦我操了，哇塞，他们吊起来往这边冲，吓死我了，刚才那个阿姨吓死了，救命的。我一上去啊，上到点我知道会是什么结果，我知道要肯定要下去。好，好，不敢玩了，好好好，鼓掌，厉害厉害。